Singapore says it has confirmed 41 cases of the Zika virus. This outbreak wasn't brought in from outside. Around 200 workers have been deployed to clean drains and spray insecticide.这个龙窑是放木田，是新加坡唯一在操作的一个龙窑了，在1940年已经有了，所以到现在也有70几年的历史。我们的陶瓷还没有烧之前，放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。 用不同的木烧，它们都会产生一些非常漂亮的窑变效果。我应该画有30多年，我是在里面专门画龙凤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这个器。 来画在花瓶上，那个蚊子得画得很细腻，要画得生动，要远看像真的树，可是近看才知道是蚊子。 接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是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project，因为可以帮助人，所以画到最后你会觉得有点满足感。